今儿俺大哥俺妈他俩吵架了，然后俺大姨去支架都上王家岗去了。这俺哥俺俩也是刚回来，去喊俺大去了，但是他也不回来。这也是没办法了，然后天快黑了。你回去好好说说吧，咱妈，别成天就知道打打麻将，这都年二十几了，光知道赖皮。我知道了，哥。真去了，我怎么见你妈呀？俺妈去给俺老婆送丸子去了。送丸子去了？嗯。丸子炸坏了。你要不先拿回去了？嗯，我算了。想想我拿回去，他又不管用了。可不是嘛，没事，到时候俺回家给你弄就行。你回去好好说说他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这一眨眼快黑了，你俩赶紧把门锁着吧，等会俺嫂子回来再开门算了。行，咱走吧。嗯、走。啊，这会也有点冷了。可是。嗯。那走，我走了，爷爷。嗯。嗯，拜拜。拜拜嘛。嗯。你还能吃得进去俺妈？啊？跑啥呀跑？我都到上火了，饿的不得了了。看还有啥吃头，怪不得这种嗑瓜子，你也不跟你做饭去了。我还跟你做饭呢，俺哥俺俩去喊俺大去了，他也不说回来了。那不还是因为生你的气？你说俺大成天对你恁好，那成天好人一个。你说说，那再好的人，不见你。你说你就喊他干啥？这样子跟他过年了吗？一看你说这话，那再好的人，他照你这脾气啊，那谁也忍住不了。你呀、啊，算是。他真不在家啊，我还亲戚呢。省得他吃的胖呗，光就跑了就搁这干活，出去我请你走你，请进去吧，别说了，还走啥走呀？谁扯进去啊？我还饿着呀，你饿你饿去呗。你是不走？我跟你说嘛，等会儿我给他找我钥匙，我也拿走，就像你以前对俺嫂子他们一样，钥匙拿走，我今儿我也不走了，你也别想再走了。你跟你说，试试你看我敢不敢？我说，钥匙拿走不让我吃饭、啊。你这人呐，真是。给谁惹生气，你都一点都不在乎，你都是。你哥，你哥不让去，你要说没不让去吃饭了，你试试，带走外面。我不去，你还搁这嗑你瓜子吧，给你嗑。这上山了，跟咱也是，这不是下了雪呀、啊，我还上街去吃饭去。去吧，你去呗。这下了雪了，你要想我没法去了，你在这样说的，他不想吃我就不。给你哥啥时接我去？你看我去不？我才不接哩。你真是让人太生气了，妈！我哥俺俩真是受不了你了。我还在这生气呢，你还生气了？你这个，你要不然这会儿你赶紧给俺大打个电话，你给他道个歉，让他赶紧回来。那格外都过年中不嘞？我给他道歉了，我也不给他道歉了，那人都饿吃媳妇出来，他不行，怨他搁这搁这去。主要你要是这儿都不识劝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你今儿你也别想再吃饭了。他不过来了更好。你可搁这好去吧你。